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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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这一次的导游，我叫梁森。梁导，梁导。对，然后呢，大家也看见了，我的这个权力就有点重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你们努力的结果。哇！谢谢谢谢。哇，这是现金，还有50块钱的现金。那我们就坐身后这辆车出发吧。好的，好，来，谢谢导游。不用客气，我先来。灵活的胖子，嘿。今天咱俩负责给大家买票，咱俩要不要先弄清几个重要问题？嗯，买多少张？13个人，是13个人吗？啊。叔叔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今天导游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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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您上车。这个我有没有我的？我们上车以后统一发放。这么着急呢？好，再见。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叔叔好，叔叔好。哦。那个，我叫梁森，今天导游。啊。然后我们先上车。啊。为什么都老瞅这个呢？啊，让我们两个老的先来，他们年轻的后面来啊？不是。年轻的没来呢，大勋到那个他不得蘑菇屋去了。你儿子没来呢不？我儿子去买票了。啊，拿钱走了。对，拿钱走了。哇哦，嘿嘿，看见了一个熟悉面孔。啊，梁总。哈喽啊，奶奶好，奶奶好，奶奶好。奶奶总关注你啊，一说你来了，奶奶特高兴。奶奶还能认出我来吗？认出来了，瘦了好像。没有，这有头发了。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先上车，好，先上车，先上车。梁森导游啊。哎呦，魏叔叔来了，九州奶奶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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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爸爸是吧？你好，你好。这位不是你姐姐啊？姐姐啊。妈妈，妈妈，这么漂亮啊，这么年轻！哎呀妈呀，你妈太年轻了！我不怕给汤九州丢脸吗？好好捯饬捯饬。好妈丢啥脸？没有好妈，能有她吗？是。姐姐你好，姐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梁森，今天导游。上车，上车。Hello，Hello， 春哥。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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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子 ，Hello， 哥，又相见了，哇，好帅，好美，后面最帅，阿姨，哎，又见面了，哎呀，真漂亮，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导游，我叫梁森，哎，帅哥导游，特别开心，能跟大家一起去度个假。在这次的度假之旅呢，大家呀千万别太投入的去玩耍，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？开心做家务。你上点格局，稍微上点格局。干活，哎，干活。家属不用吧？家属不用，就好好玩就行了，对吧？家属就是享受。对，这家属折腾他们就行。那谁说的？嘿嘿。下车了，下走。垂云通天河，地下第一河，地下河。你看这个山，垂云，垂云，真有点垂云的意思。到买票了，哇，还有那么多选择，哇，好复杂，给他们打个电话呗。可以。哎，巴图来微信了。啊，巴图来微信了，怎么了哥哥？哎，你们在一块儿呢吗？哎，我们在一起的。Hello。哎，我来买票呢。咱们有5个超过50岁的少年们，对不对？少年们，我想问一下啊，奶奶想玩任何刺激的项目吗？吊着威亚的天上装仙女可以。啊，要给你吊起来，在天上飞。不。奶奶说不。那给奶奶整一个观景一些的路线，然后还有2位妈妈，
妈妈，你想刺激点吗？没问题。我妈可以。春梅，你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舅舅妈妈也没问题。然后那个少林叔叔都能玩吧？叔叔啊，可以吧？那汉霸呢？我都可以。投票是吧？投票你能全玩了？你玩啥我就玩啥，你只要敢上的我都敢上。对，两个叔叔刚上了，两个叔叔说你敢玩啥我就敢玩啥，你敢上我就敢上。好嘞，懂了。OK， 拜拜各位，等会儿见。十二个投票，一个刘传。喂喂喂，好，我要拿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，就是。经费是吗？是我们的经费吗？对，春儿哥说的对，我们的经费。拿这个经费啊，大家得有点那个才艺。哦哦，好耶！导游介绍一下，这是什么江啊？导游第一天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富春江。富春江上游是新安江，下游是钱塘江。就在杭州之字形的叫之江，也叫浙江，北方人叫浙江。哎，对，我们叫浙江。哎，浙里的山路。上才艺了，来吧，来才艺了，来武大靖来才艺了，来浙里的山路是这儿吗？是啊，不是这儿，十八万。哎呀，拐了。这就来了，看着没，上上绝活，钱给我吧。花钱吗？哎呦，这，哎呀，春哥，我觉得你真的上个才艺了。我这后是吧？你这最后啊，媳妇儿，快上才艺。来，我唱首歌吧。好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。这怎么唱这个歌了？怎么把嘉宾给弄出来了？有过你。最后这句还可以，好，走吧，谢生活费。Thank you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张口就来，说整就整，来。我的家在东北，咱都唱啊。好。我的家在东北，松花江上啊，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。太硬了，这歌太硬了。最后一个，舅舅，妈妈来，舅舅，妈妈准备好了，哎呀，破坏我形象，妈妈来，讲笑话，讲笑话吧，我们家大美女，主人公就喂爸爸，上水产市场去买鱼，他就问卖鱼这个小女孩，说姑娘啊。那个今天有没有小嘴鱼？小嘴鱼，小嘴鱼啊，小嘴鱼啊！卖鱼的小女孩说的，没有小嘴鱼，有天包，天包，有偏口，好。那就吃偏口鱼，偏口，斜嘴鱼。妈，我妈就是破坏自己形象换来的，有点珍贵哈。这儿子真好。导游，表演个节目，我提议，梁森来一个。啊，对，导游来一个。其实梁森跳舞特别好，这是施展不开。对，那这样吧，你们喜欢听啥，我唱啥。父亲行不行？行。哎，你看，这歌我想他能差不多。对，因为咱听的父亲可能是筷子兄弟那个。哎，对，行。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。直到长大以后，才懂得你不容易。这就大家一起要会上。这个父亲大伙不熟。啊，我们要到了，那是吗？啊，到了。天河。到了就行了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到站了。到站了，我们下车。好了，然后大家跟着我，我们一起往里走。
敲叮叮当。怎么唱？我只会唱。叮叮当，阿姨。我只会唱那个。叮叮。山上的帅哥们，你们辛苦了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貌美如山的水云冲天河。哎，对。今天所有人都是通票啊，除了那个奶奶。奶奶，您是这个漂流套票啊？漂流套票，好的，谢谢。一人一张票，朋友们，叔叔，咱俩一人一个。咱们这边吧。来，朋友们，这边右边，右边。好的。